好极了，是你喊那个魔灵食人鱼。嗯，再看，我现在是只小河豚。哦，咱们都知道，河豚是有剧毒的。哦，所以我感觉今儿就稳了啊。哇，哦，谁要是碰到我，他就是死定了。妈呀，好大一条黄鳝！可能有的小伙伴发现这里面的鱼都非常的巨大哈，因为我在设置里面调了3倍的经验，呵呵呵，所以我们升级会非常的迅速。来吧，妈呀，都是大鱼了哈，能不能有的小鱼给我吃一口？我天，哦，小鱼都要吓你是吗？哈，来呀，谁咬我一下子，把我激怒了，我炸气！我告诉你啊，嚯，瞬间膨胀，有没有？嘿嘿，哎，哇，这么大一大嘴鱼呢啊，呜，哦，好恐怖！我们换个地方哈。哇，等会儿，我发现好多剩下来的肉啊！哇，这一条都没人吃吧？哦，啊，可能是一条黄鳝的尸体啊！来，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哇，好美味的感觉！哎，话说我用什么嚼啊？啊，嘴唇啊！妈呀，咋的？我要用嘴唇挤压这些肉，然后把它们咬碎吗？嚯，啊，这也行啊！哎呦，这肉大的把我都埋了！我天，我们先从小的下口行不行？这大肉我也咬不动啊！嚯，好，慢慢的啊，一口两口，呜，哦，咬开了！啊，还要再咬小点是吧？嚯，啊，有点大，吃不到肚子里去。哦，带开，我们瞬间4级了，5级，呼呼，啊，不愧是3倍经验哈，我们升级就是快啊！来，接着吃这些大肉。哎，我能不能扎他一下？我按逆键释放我的技能哈。哦，要在空旷的地方释放是吧？哎，咋的？我释放过了吗？啊，我咋感觉我自个儿没被打呢？哦，带看，我长成了一颗大气球！妈呀，我会被浮到水面上去啊？哦，这就骚气了嘿。好，咱们接着吃哦，来吧，哇！下面有一条锦鲤啊，原来是条黄鳝呢，长得有点大，还一时半会没认出来，行不行？啊，来吧，我来跟你决战一番，咬我一口！河豚是有剧毒的，感觉今儿就稳了啊！谁要是碰到我，他就是死定了，死定了，定了！哈，啊，怎么复活了哈，啊？我真是低估那条黄鳝了，行不行？啊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哎，哦，又是尸体，来吧，巧妙的捡个漏。等会儿。我看到一个大黑影啊，妈呀，如此巨大的三叶虫还隐形了，我天，哇，哦，好恐怖。哎，不过上面有好多碎肉啊，来，我们找块小的哈，先吃了再说，行不行？剩一点小鸡不要紧哈，啊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行不行？哦，等会儿就有条大鱼啊，先不管它，好，找小肉块吃，来啊，这肉块还对于我来说又大了一点是吧？啊，再把它咬小点，啊，好了，咱们又可以慢慢在这升级了，哇，哦，好恐怖！我天，等会儿我要往后退一下。妈呀，你是怪兽吗？啊，哇，哦，它浮出水面了！我天，你想让奥特曼来打你是吗？哇，哦，太恐怖了！来，我们先捡点小肉块吃，把自己的级数给养起来，嘿嘿，然后再跟他们刚去。嘿，先不要太鲁莽哈。刚才就是吃了鲁莽的亏，行不行？好，我们10级了，来吧，接着吃肉。哦，就这么一大口一大口，哇，哦，简直爽爽的，哇，哦，瞬间19级。哎，前面有只虎鲨，来呀啊，我跟你刚一炮，哇，哦，扎死你丫的，哈哈，哎，不敢咬我是吧？哎，我跑过去扎你行不行？来啊，哦，你莫愁我扎，直接把它扎晕了，大家看啊，是不是死了？哎，不是，这是不是游的有点慢了啊？缩小了行不行？啊，好，我们可以尽享美食了。嘿嘿，我再扎你一下。哎，我怎么没变大呢？那管他的，可能在危机的时候才能变大。呵呵啊，哦，这门吧唧两口，哎，嚼这么多口还没碎呀？啊，不是这小嘴唇怎么一点力都没有呢？感觉，呼，还没有我的刺儿厉害。呵呵，我瞬间胀大，把它给吃了。哇，哦哦，好爽啊，28级了。好，我们接着到别的地方瞧一瞧。哎，又是条小虎鲨，嘿嘿，你是我的了。哇，哦，它还没我大呢。啊，对于我而言，你就是条小鱼了，行不行？嘿嘿，哎，来吧。哦，还有小鲨鱼要偷袭我是不？嚯，哦，全部被我收入囊中了。啊，难不成我一会儿还能一口一个呢？嘿嘿，哎，一只小螃蟹，你完了。Alright， 接着吃哦。来吧，我长大。嘿嘿，啊，还有人往虎口上撞是不？哇，哦，瞧着这几个不自量力的，瞬间撞死了，一头扎到我怀里。哎，哎，又有小螃蟹，哇，哦，你们都是我的了。哎，不是前面那只食人鱼也太大了点吧？哈，啊，哎，他俩飞起来了。哇，哦，哎，不对呀，啊，他人呢？我看看，
感觉起飞了。我天，还有这个手法的吗？哎，不过留了点肉给我哈。哦，简直爽爽的，来吧，哈哈，全是我的啊！我觉得把这水面上的肉吃完之后，我可以称霸世界了都，把海底都占满了，是不？哎，不行，我不能光捡漏，我要跟他们刚去。哦，不是你这条小鱼长得也忒大了点吧？啊，你这是大出了天际呀、啊，比我还大是不？哼，不过我可以炸死你，信不信？嘿嘿，看我的深水炸弹，吐！哈哈，死了吧？啊？哇、哦！这下面的人全死了！妈呀，我太厉害了！我不愧是河豚啊！既然是你这条大丑鱼，来吧，嘿嘿！瞬间砸死！哇、哦！哦，这里的东西全是我的了 ！Nice！ 哇、哦，大家看我右上角钱数已经2000多块钱了！妈呀，138级！等会儿，让我找一下那只巨型三叶虫。在哪儿呢？啊？哦，不会上岸了吧？可能不见了哈，哎，我找了个小一点的，来吧，你完蛋了，今儿就是你的末日，嘿嘿，瞬间砸死，哈哈，哇，又升级了哈，150级，妈呀，不愧是3倍经验，哦，一条巨型黄鳝，哈哈，刚刚是不是你吃我啊？我要你吃，耶，嘿嘿，感觉整个海洋都是我的了啊，嚯，我一会儿这就成我的鱼缸了是不？瞅他们的这个碎肉。密密麻麻的，一条巨型瞪视鱼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画面在抖呢？我找着这三叶虫了哈，哈哈，你好大呀啊！看我招，是不是死了？哦，我们换一个视角哈，还没死啊，我能不能再往前面游一点，他就死了是不？哦，不对呀，他感觉比我大一点哎，我再砸他一下，哈哈，成功击杀，带看，你的肉都是我的了哈。哇，这是画面晃的，咋的？这个屏幕要炸了吗？啊！我天，等会儿这边还有肉没吃完呢，这么多肉排，不能浪费了。哈哈，感觉换成那个正面的视角比较好看哎。哦，我后面有条瞪视鱼，哼，你等着，我来了，嘿嘿，今儿就是你的末日了，行不行？我不会一口把它薅进去了吧？哎，然而并没有啊，它就在我旁边，哈哈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砸，嘿嘿，瞬间秒杀，哦。简直太骚气了哈！现在没有人可以伤到我了，是不？哦，还有谁？我想问一下啊，有谁比我大？哎，这有一大嘴鱼，嘿，砸死你丫的！我怎么感觉我游戏都快卡了呢？啊，带看，我感觉我都不用动了，直接在这吃肉就行了，直接按右键是不？这肉都吃不完了多的，妈呀，太恐怖了啊！呀，有条小鲨鱼冲进我嘴里了，你简直就是飞蛾扑火呀！啊，等会儿，这不会是鲨鱼的出生点吗？我是不是一直在这吸就行了？大家看，我后方有一只巨齿鲨，嘿，你完蛋了！虽然我感觉它长得比我大一点哈，但是我觉得我的攻击力比它高，嘿嘿，来吧，咬我一口啊！啊，我画面都是抖的，我天，你过来。他都不敢咬我了，大家看，妈呀，来呀，我扎，是不是死了？还没死呢，不过他再往我这边冲一下，他应该就死了啊。再扎你一下，我不能长大了吗？来，让我们蓄一下力啊。他咬我了，大家看，不要咬我，我被这巨齿鲨吃了，妈呀，我好不容易这么大的，等会儿，我仿佛看见了那三叶虫，大哥，你一个劲往上爬要干啥啊？咋的？太阳在那边吗？哦，原来那边还有海呀！这个地方就被圈了一个小圈儿是不？怪不得你要去那边，哈哈，搞了半天山的那头才是你的家是不？不过这肉怎么都飘起来了呢？哇、如此的巨大，而且脚还这么多，我天，好恶心！咱们又复活了，由于刚才那一局鱼都过于巨大了，所以我们又重新开了一局，哈哈，来吧！哇、首先捡个漏，妈呀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咬死这鱼都不吃哈，那简直浪费呀哈！好，都归我了哈，你们莫愁，来吧！哈哈，等我长大了，这海里鱼都是我的，行不行？就像喂饲料一样喂到嘴里去，嘿嘿，来，再看，吓我一跳哦！有只虎鲨就这么冲过来了，嘿嘿，等我一会儿长大了，我告诉你，吐，
扎死你，来呀，咬我呀，哦，疼不死你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跑了吧，啊，我让你跑，我追着你就一扎，哎，我扎，那啥，咱们还是不做了哈，从小的开始吃起，积少成多嘛，多么好的一个人生哲理呀，来，先吃小海藻，因为三倍经验嘛，想必吃海藻也可以升级吧，啊，来，哦，这海藻里面还住着一虾，真是赚大了，你看这吃海藻都能升成三级，啊，多牛啊，接着吃啊，哎，有一海鲜，来，你别急，派大仙马上把你分尸了，四级了，带开，哇，简直迅速啊，等会儿这还有个海藻，别落下了啊，接着下去，来，有没有小鱼给我吃一口啊，啊，哦，三叶虫，啊，我要从你嘴巴里抢过来，嘿嘿，哎，等会儿有人咬到我了，哦，快变大，快变大，大哥，变大，哦，等会儿我怎么变不大了呢，啊，咋的，这功能被咬丧尸了，等会儿，我变大了，嘿嘿，来吃我呀，啊，吃不着了吧，等会儿，这怎么还有个斑马鱼呢，哎，他们咬到我就跑了，想必他也知道我的威力了，是不，锤头杀，咋的，想被我扎一下是不，还好有自知之明哈，瞬间跑路了，哎，又回来了，嘿嘿，你完蛋了，我扎，怎么样，疼不疼，哦，被我扎晕厥了，哈哈，今天是我享用午餐的时候了，来吧，再扎你们一下，把这个肉都分开了啊，瞬间长大了，再看 nice， 哎，又有一个鲨鱼送到我口里来了，都是我的了，啊哈，哇哦，我旁边有个同类跟我长得一样大，嘿，我马上就比你大了，好不好，你看比他大了，哎，这有一条大嘴鱼，来，瞬间把它扎死了，嘿嘿，啊，我要吃你的肉了，你莫愁，哎，这锤头鲨干啥呢，啊，哼，抓死你丫的，耶，没了吧，简直是来无影去无踪，因为他死了，呵呵，啊，这是这条鱼啊，来，先把你嚼碎，哇，瞅你很久了，好不好，哇，马上就是我的盘中餐了，嘿嘿，不是，这也嚼得太慢了点吧，啊，邓世鱼，你想干哈，你小子啊，我就瞬间一变大你就死了，信不信，嘿嘿，哎，等会儿我想到你好玩的哼，咱们先游到水面上去，接着来个巧妙的俯冲，你呀，哇，垂直降落，来吧，那条黄鳝，哇哈，看我的超级无敌深海炸弹，呀，炸死你丫的，咦，来呀，跟我对着咬啊，嚯，看是我的刺儿狠还是你的，不行，那么咱们这一期先到这啊，这河豚简直太好玩了，呵呵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